那无敌时间有点久。哦，凯特琳一个 EQ 点了一下，点了两下。啊，阿蒙一个闪现死掉，然后凯特琳一个点全部吗？凯特琳点了，哦，李信又踢进来了，哎呀，没有 Q 到。啊，凯特琳塔下打，哦，然后我们最后的高手登场了 ，Lyra。啊，绑到，哎 ，Q， 哎，怎么不R？灯是亮的，感觉R了那个。就把法洛斯的天使甲打掉了。